最近我看了很多关于鸟山明的报道，勾起了我很多回忆。我也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收藏的宝贝，以及我的一些记忆片段。这本《画王十三》是1994年3月5号出版的，距离现在正好30年，售价是3.4元。这本书好像是我们班张同学送给我的，我人生第一次看《七龙珠》，以及还有很多漫画都是从这本漫画杂志开始的。那时候我上初二，同学们总是让我帮忙帮他们传递这种漫画书，大部分都是龙珠，就是这种的，1.9元一本，海南摄影美术出版社。后来根据我一位王姓同学回忆，他说那时候班里传阅的龙珠基本上都是他买的，有的传到了隔壁班，有的甚至传到了班主任手里。我们这位王同学是资深的动画、漫画、游戏爱好者，每天中午放学，人家都会去卖书那老头的书店那儿打卡。我那时候同学家里应该都挺有钱的，挺富足，也很大方。我记得那位张姓同学还带了一个很大个的变形金刚六面兽到班里，谁玩都可以，拿回家玩也可以，很大度吧。在那个时候，我们既没有手机，也没有电脑，同学家里连座机都很少。我们经常一起打篮球、踢足球、乒乓球、看漫画，还有就是讨论游戏，一天到晚十分的 happy。30年过去了，现在的中学生都在干什么？那时候我家里有一台任天堂的8位兼容机，但是父母规定我只能寒暑假玩，为了不影响成绩，平时是封箱的。我家里还有一台录像机。我记得每周的周末星期天下午3点半，中央一套都会播放机器猫，播放3集，每集5分钟，一共15分钟，一个礼拜才放15分钟，所以我每次都会用录像机给录下来。然后呢是正大综艺，还有正大剧场，有好的电影我也会录下来。我这个人呢人缘还不错，放假的时候很多同学来我家看录像，比如新龙门客栈，还有忍者小英雄，就是那个三个小忍者，大家看了几遍都看不腻。放寒暑假的时候我们就是玩游戏机，我玩 1P， 他们轮流玩 2P， 满屋子里都是同学，络绎不绝，有的同学还带同学，扩大了很多交际圈。据我老姨说，我那屋里都是臭脚丫子味儿和臭油腻脑瓜味儿。你们看，那个时候我和同学们串起来，漫画是一个圈子，篮球是一个圈子，游戏机又是另外一个圈子，后来上高中有了电脑，那又是一个圈子。哥们儿，我那时候还是挺招人喜欢的，但自从找了女朋友、上了班、结了婚、生了娃，这些小朋友联系的越来越少。哎，其实也理解，人人都有一摊的事儿，都忙。好，我们继续说漫画。就是因为这本《画书大王十三》之后是出一本买一本，一直出到了24就停刊了。从13到24我是收集的全的，但13之前就不好收集了，第一本我就没有收集到，这是2，这是3，然后就是5了，4也没收集到。其实这些书我买回来也没怎么看，有点像现在玩游戏，光买游戏不玩游戏。你们看这个我翻书的这个成色也能看得出来，这是七龙珠的第一集、第二集和第三集，这些都是买的全新的，还有一些是从同学那儿收来的，虽然我没凑齐，但是我都看完了，大部分都是跟同学借着看的，同学们的力量也是很强大的，大家都很乐于助人。后来我就跟着他们看山优白书，但是我只收藏了1到12，第12本是打护羽里地，这是护羽里地120%吧，还有弹指神功，就是这个。再后来就是追灌篮高手动画版，像摩尔三姐妹啊、侠胆韩雨良啊、孔雀王啊，还有龟正和的，还有成露、恶魔爱神、GS 美神、极乐大作战，好像有好多同学都没听过是吧？那个时代有很多漫画，每套漫画其实我都想收藏一本做个纪念，可惜经过几次搬家越来越少，现在就剩下这几本了。
后来上班了，我买了两本正版书，其中特别喜欢的就是这本鸟山明的漫画教室，好像是26块钱一本吧，教你怎么买笔，怎么画漫画，怎么画角色，这就是鸟山明，还有怎么画人物面目朝向，挺有意思，挺实用的。然后再后来我还买过一本龙珠的叫超画集，这是封套，这是本体，从日亚买的，这本书是全彩的，虽然是日文的我看不懂，但是能看到画，看到鸟山明的笔触色彩就已经满足了，能弥补我小时候的遗憾了。那个时候还买过很多画贴，其实我小时候买的这些书都是盗版，这个正版和盗版主要区别，现在看，一个是纸张的厚度，还有就是印刷的清晰度，特别是这个黑色的涂色。小时候这本书100零几页，卖1.9块一本，我们作为中学生也是买不起的，只能从每天早点钱里边去省，或者一个礼拜2天不吃，到周末可以买一本，都是这么攒出来的，从牙缝里省出来的。如果那时候20块钱一本，那是绝对买不起的，10块钱都没有。就像这本书《龙珠 Z 世残存的超战士》，这就是《龙珠 Z》的截屏版。这本书是3.6块，因为它还有一本内容一样，就是全彩的，特别漂亮，而且还送一个大长的折页，好像是25。我在这个报刊亭那儿卖书那老头那儿反反复复看了很多次，想要拿下，一直舍不得拿下，一咬牙买了一个3.6块的，一直保存到现在。其实我很早就想买一套龙珠的完整版，因为上班了嘛，但是两个问题，一个是不知道会不会重新看一遍，还有一个就是把这些东西放哪，因为现在家里边很满，特别是有了孩子之后空间很不够用。现在看龙珠和小时候看完全不一样，那个时候上学从同学那儿借了几本，晚上回家写完作业，自己一个人一页一页看的那个投入，看的那个忘我，等到周末再画上两笔，美好的童年啊，这一晃30年过去了，现在想想仿佛就在昨天。